各位喜爱足球、热爱足球的足球迷，你好，欢迎收看《足球周报》，我是主播张耀生。节目将带给您最丰富的足球消息。首先带您来看世界杯资格赛的相关消息。中华队在15号及20号晚间分别面对科威特及约旦。第一场比赛面对科威特，毫无招架之力，下半场防守崩盘，整场比赛以9-0不敌科威特，资格赛至今仍然一胜难求。2022年世界杯亚洲资格赛，中华队在15号晚间客场面对科威特，主场3连败的中华队，本场面对小组赛1胜1和1负的科威特，完全没有招架之力。第22分钟，科威特边路传中的头锤破网，之后又一个精彩的禁区外补射，上半场科威特就靠着这两球取得2-0的领先。下半场开始，中华队也不是没有得分的机会，但好几次的失误错失了破网的机会。而科威特的攻势是越来越凶猛，中华队自己也乱了阵脚，乌龙球加上后卫失误，让科威特下半场再攻进7球，中场就以9-0血洗中华队。科威特这支队伍因为一些原因被 FIFA 禁赛了一段时间，去年整整一年都没有参与任何的国际赛事，但这场比赛也让台湾球迷看到这支曾经参加过世界杯会内赛队伍的实力。本场比赛看得出来双方的实力有落差，也看到了中华队在攻守上面与世界级水准球队的距离。中华队在防守上真的是漏洞百出，第一球来看，失球的方式真的很中华队，一个边路的吊中球就让科威特轻松得分。整场比赛被高吊球搞得完全没有招架之力，下半场7球里面的其中2球，一球乌龙球，一球则是后卫发生的低级失误，整场比赛踢得有气无力。科威特整体的实力是不敌澳洲的，但中华队的比赛内容却没有踢出对上澳洲时的拼劲，大比分的差距也让球迷都无法接受。接着中东之旅的第二场比赛，中华队踢馆约旦，开赛第4分钟，中华队的后防就发生失误，直接被约旦球员单刀破网，才开赛5分钟就陷入落后，之后第25及43分钟又被进球，上半场结束就处于了0-3的落后。下半场开始，中华队状况回温，控球时间及节奏上都来得比上半场好，可惜就是没有办法传到禁区造成对手的威胁。而约旦在下半场再追加2球，整场比赛中华队就以0-5不敌约旦。虽然在这场比赛中华队教练兰卡斯特在阵型上做了调整，将原本对科威特偏防守型的4-5-1改成4-2-3-1，希望能打得更有侵略性，但结果不尽理想，在攻击上还是没有太好的发挥，最后以2连败结束了这次的中东客场之旅。两场比赛被进14球，完全没有任何进球，成绩相当惨淡。在吞下客场2连败之后，中华队预赛5战全败，踢进2球，丢失了25球。虽然已经无缘晋级，但成绩来看真的非常不理想。赛后总教练兰卡斯特依旧认为，球员虽然输了比赛，但没有输给自己。正面的态度虽然是好事，但对于球迷来说，想看到的是中华队在比赛上的进步。以实力来看，我们确实离所谓的强队还有段差距，但比赛内容不至于会到这么糟糕。也因为本届的赛事到现在，中华队如此糟糕的表现，网络上出现了许多希望替换兰卡斯特教练的骂声，但换教练是否就能解决中华队现今的问题，也是一大的疑问。以中华队现状来看，除了教练团，球员默契跟球员心态都是需要更进步的地方。如果能让球迷重拾对于足球的热忱，这些问题都是足协想让中华队变得更好需要去解决的问题。看完了世界杯资格赛的消息，紧接着我们来看中华女足。为了备战明年的东京奥运女足资格赛最终轮的赛事，中华队在15号在台北田径场与泰国队进行友谊赛。整场比赛两队互有来往，上半场处于落后的中华队在下半场靠着陈彦平破门，最终1-1踢和泰国，两队握手言和。中华女足4月在卡达击败菲律宾、伊朗以及巴勒斯坦之后，成功晋级到明年2020东京奥运女子足球资格赛的最终轮。为了备战明年奥运资格赛的中华女足，15号在台北田径场与泰国队进行友谊赛。上半场开始，泰国队先展开攻势，第21分钟，一个精彩的中场配合将球带到前场，还好中华队后卫及时上前卡位，化解了这次危机。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在差点失球之后，中华队展开反攻。第23分钟，陈彦平在泰国球门前断球，断球之后传中，丁奇停球起脚，可惜这个球射得太正，中华队错失了先持得点的机会。
之后中华队再次展开进攻，第33分钟陈彦平再次在左路展开进攻，一个传中球泰国后防线又出现失误，苏玉轩停球突破闪过守门员之后，结果球没有控住，中华队又错失了破门的机会。之后几次的进攻仍然无功而返，直到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泰国队开始反攻，右路的传中球直接头槌锤歪了，让中华队躲过一劫。但一分钟之后，泰国队再次进攻，一个漂亮的转身推进，中华队后方解围发生失误，泰国队头 Sobu 直接起脚球进了，在上半场的最后阶段破门，帮助泰国队以1-0领先进入到下半场。下半场开始，中华队急起直追，第49分钟获得了角球的机会，但没能把握。中华队不放弃，一分钟之后再次发起进攻，林兴慧右路传中，陈彦平起脚球进了 ，Go！ 这球帮助中华队把比分追平，追到了1-1。平手之后，两队都有不断的攻势，但都被对手及时化解，最终两队握手言和，1-1战成平手。赛后，泰国队领袖瓦迪提到，在对上中华队的比赛，总是能让球队学习到新的东西。领袖瓦迪也落下狠话，要中华队在奥运的比赛走着瞧。Yeah, I definitely think that this is the third time we face them, and I think that each time, we get to learn a new thing about them and be more prepared for the qualifiers. I personally don't think that we played our best the past three times we've played them, so hopefully we will play better. But I mean, given the moment, we'll see.本场比赛之前，中华女足只有短短3天的集训时间，但本场比赛踢进关键球的陈彦平表示，只想用行动告诉球迷，证明女足的求胜心。因为时间很短，其实我们很珍惜练习的时间，所以在练习上，我们大家都会用沟通，然后告诉比较不足的地方，然后来弥补我们只有短期的集训，这样就只想要赢，然后想要告诉台湾的球迷，女足其实做得到。结束了与泰国的比赛，中华女足将搭机前往缅甸，在20号晚间与缅甸进行友谊赛。上半场错失大好机会的丁奇也落下狠话，要在对上缅甸的比赛，把本场面对泰国没进的球通通补射回来。看完了中华男女足的相关报道，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稍后回来带您来看台电总教练陈贵仁的故事。欢迎回到足球周报，本周的人物故事单元要带您来看台湾足球一位很重要的教练陈贵仁。陈总目前担任高士台电的总教练，执教经验丰富的他，从以前国家队到现在，热血激情的个人风格还有他真诚的个性，让他累积了不少球迷。今天我们就来看陈贵仁的故事。中华男足近几年的精彩表现，让越来越多人注意到了台湾足球。今年中华队更是要争取出战世界杯的资格，而中华队能取得今日的好成绩，是前辈们共同努力之下所建立的良好基础。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曾经身为中华队总教练的陈贵仁，当初带领国家队的心路历程。当时我的前任的总教练当时把棒子交给我的时候，那其实那两三年真的想要放弃了，因为我想说，因为跟在总教练旁边才2年多，他后来因为总教练的身体状况不是很 OK， 所以结果把那个总教练的棒子交给我。那时候那两三年其实什么都不懂，那时候真的是心情荡到谷底了啊，那时候真的有一点想放弃了，说啊还是回到公司上班就好了。那也感谢我的前任的总教练啊，黄仁成黄总教练一直鼓励我说你可以，你行的，你可以带领球队的。那后来也这样子就撑下去，就像撑到现在了。陈贵仁在一开始接下中华队教练时，也经历了一段挣扎期，在前任教头黄仁成的鼓励之下才坚持下来。而曾经也是球员的他，谈到自己生涯最印象深刻的比赛，首次到中东国家伊朗比赛。面对土库曼的职业球队，中华队不仅在客场踢出好表现，还逆转战局赢下比赛，让他印象相当深刻。比较印象深刻的那时候当球员的时候，那时候国家队第一次到那个沙烏地到伊朗，那时候球场是坐满70,000的观众，那是我当球员的时候，那时候他的那个体育场有50%吧。非常大的一个体育场坐满的，因为我们是台湾第一次，我们算是第一次到中东的国家去比赛。我那时候全场的观众坐满70,000的人，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比赛。当球员啊，那当执教的话，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我
们拿到亚洲主席杯的冠军，有一场对那个土库曼，那职业球队啊，我们不算是职业球队啊，啊，对方土库曼算是职业球队，我们上半场输2-0，但是到了下半场我们逆转胜4-3，哦，那场球赛到现在还在我的脑海里。而如今中华男足进入了世代交替，许多新生球员的加入也让球队注入新的活力。但陈贵仁教练认为，如今中华队最缺乏的也是比赛的经验。如果是一对一的话，哦，个人的我觉得绝对不会差。我们比较欠缺的就是我们的比赛经验，还有我们的实战经验，比对那个国外的球队还少，因为我们没有职业。那也希望说台湾的足球能够成立职业球会、职业球队，那让踢球的小朋友有一个目标嘛。陈贵仁教练也提到，如今台湾的足球环境，在缺少职业的球队情况下，球员往往得兼顾其他的工作，无法全心全意投入足球当中。其实这几年我刚刚提到，我带了3年国家队，其实在这几年，我们的台湾的足球是有起来的，是有起来的。哦，因为台湾，怎么讲？足球在全世界算是最热门、最大的一个运动。但是我们台湾的，大家也知道嘛，我们台湾的国球是棒球，对。所以说，我们在这几年，其实我走访各个城市的俱乐部，俱乐部的那个负责人都跟我讲说，陈总，现在我们俱乐部哦，都欠缺教练。哦，所以说我们现在各城市的一些俱乐部都成立起来，那你有基层，你才有上面的金字塔嘛。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基层各方面普及的还不错，但是还要再 push 他们的一些资源啊。而被称为是足球沙漠的台湾，近几年来足球环境也慢慢的更加成熟，随着越来越多俱乐部的成立，也让更多球迷认识到台湾的足球。目前的企业甲级联赛的球队现在都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哦，那可看性也非常的大。那因为现在电视也有转播，电视有转播，网络也有直播，其实观看的人数跟关注的一些球迷朋友们越来越多了，这也是台湾足球的一个卖点。我希望我们的年轻的教练们，哦，这些年轻的总教练，还有这些年轻的球员，因为台湾的足球环境越来越好，那我也希望你们秉持的爱足球的那种热忱，莫忘初衷啊！我们一起为台湾的足球，一起努力，一起打拼。陈贵仁教练除了乐见台湾足球的成长，也希望秉持着莫忘初衷的心，带领着年轻球员一起为了台湾的足球共同打拼。企业甲级足球联赛剩下最后两轮的比赛，对于争冠的大同及台电来说，场场是关键。而后段班队伍能否扮演搅局者，影响排名也相当有看点。本周将进行4场比赛，赛事预告部分先带您来看台南市田径场的比赛。企业甲级足球联赛进行到现在，剩下最后两轮的比赛，龙头之争也越来越激烈。目前领先的仍然是北市大同，积分上45分，但因为进球数的关系，大同仍旧稳坐龙头。但对于挑战3连霸的大同来说，上场比赛看起来状况非常不理想。照理来说，面对上垫底的红狮，以大同的整体实力来看，没有拿下3分就是不及格的表现。反而是紧追在后的台电，顶着只能赢的压力，击败了弃甲的踢和王航员，顺利拿下3分，在积分上追平大同。而对于两队来说，若想要争冠，本周的比赛绝对不能失手。首先带您来看在台南市田径场的比赛。由于场地设备关系，第一场比赛将于1:30开踢，由台湾钢铁对上高师台电。台电在争冠路上先击败了航员之后，接着要面对状况不容忽视的台湾钢铁。钢铁到了第3循环之后，整体实力提升了一个档次，尤其是在进攻端，近5场比赛进了16球，进球数相当可怕。其中对上大同的比赛更是以4-1爆冷击败对手。面对这支人来疯的球队，以上场比赛击败航员的台电来看，近期的状况不管是在攻守方面都表现得相当好。在争冠上面，相较于大同，台电在调整上确实做得比大同好，加上可用之兵够多，板凳跟先发都有改变比赛的能力。而钢铁虽然已经没有了争冠机会，但是否能当水鬼将台电拉下来也是很大的看点之一。
第二场由明传大学出战北师大同，大同上场比赛爆冷踢和红狮，让冠军争夺上又有了悬念。第三循环到现在剩最后两轮，明显看得出来大同的状况不如以往，攻击上也踢不出之前流畅的进攻，防守上也经常发生失误，加上几位主力球员都被国家队征召，两边出赛的情况下，对球员的体力来说是很大的负荷。但争冠上面，大同仍然有优势。虽然积分同分，但进球数大同领先台电相当多。对于大同来说，本场比赛若没有办法取胜，前一场台电又获胜的话，最后一场比赛争冠的压力又回到了大同的身上。因此，本场比赛大同必须踢出一二循环的载质力，稳稳拿下比赛。而明传已经确定降级，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放脚一搏，能否扳倒大同扰乱争冠的情势，也是本场的看点之一。虽然整体排名已经确定，但另一地新竹第二运动场的比赛，两支对战球队都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有可能尝试不一样的阵容，让更多球员上场，能踢出什么新气象，也让人相当期待。紧接着带你来看另一地新竹第二运动场的比赛，第一场由航员 FC 对上台湾体大，航员已经没有了争冠的机会，而台湾体大也确定不会被降级，对于两队来说，踢起来都没有压力。航员目前排名在第四名的位置，距离第三名的钢铁只有一分的差距。以对手来看，钢铁面对上台电，想抢分的难度相对高了许多，因此航员有机会在面对上台体的这场比赛抢下三分，超过钢铁来到第三名。而台体在没有降级的压力之后，会不会让更多低年级的选手上场磨练，提出新气象，也令人相当期待。第二场由红狮对上台中 Futuro， 上场比赛台中 Futuro 以5-0弃走明传，终止了一波五连不胜。Futuro 已经确定本季将以第五名作收，没有战绩的压力可能会让主力球员休息。而第三循环越踢越好的红狮，有机会利用 Futuro 主力休息的机会，全力抢胜，在积分榜上超过明传，摆脱卤煮的位置。西甲联赛进行了半年多，即将进入到尾声，前段班的竞争也越来越精彩。其中龙头之争的两队，有可能要拼到最后一场才能知道冠军鹿死谁手。这么精彩的比赛，你怎么能不期待？本周西甲联赛将在台南市田径场及新竹第二运动场进行四场比赛，其中台南市田径场因为设备的关系，原本晚间7点的比赛改成1点半开始。欢迎球迷到现场替球员加油，或是锁定博斯的转播。更多足球消息，请上博斯体育台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以上就是本周的足球周报，我是主播张耀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